李光，站长，你确定是这儿吗？我确定是。别又是什么日本人的舰炮修理厂？这次绝对不是的。你们已经失守三次了，为此戴老板对我们青岛站大为不满。前三次是我的错，可这一次，我敢用性命担保。万正明，在。向先生汇报。是。从这里到岛上，有一条路，平时呢被海水淹没，只有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 何をしている？他怎么来了？谁呀、啊，先生？岳正生。長官に挨拶もできないのか。気をつけ。開けてよし。 こちらです。どうぞ。長官、こちら青山航空館から安全確認のため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交尾少佐です。座ってよろしい。はい。交渉さん、ようこそ。渡辺さん、すでに指示を受け取りましたよね。ええ。どうぞ。 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ご自分の目でご確認ください。安全上の措置は全て行います。うん、部屋の隅々まで爆弾が近く。 これは自爆装置だな。お、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このボタンとこのボタンです。なぜ2つもあるのだ。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即時に起爆します。このボタンを押してから 10分後に起爆するようにできています。できるだけ速やかに中の重要な材料と技術者たちを逃がすためです。
解除。なのは健さん。仕事をそのまま続けろ。こんなおまぬけなことはしないでください。仕事だ仕事だ。渡辺さん、報道速度をあと30秒上げてください。訓練の時間を5日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はい、わかりました。軟膏板を持ってきてください。恒例の検査を行います。それは無理ですね。片板は全部機械の上に乗っかってます。あなたが言ってるのは複製版だ。欲しいのは元の軟膏板です。平安の偏駆貨幣と重慶の砲兵軟膏板も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型番はここに全部あります。原来你们真的什么面值都在生产。我一体哪里蒙的？少佐、渡辺さんは報告書を作成中です。今渡辺さんの邪魔をしないように。はい。少佐、あなたはどちらへ行かれるんですか？無駄口を叩くな。はい。是不是日本人的假钞印刷厂？是。重要设施遭反日分子破坏，据分析，此事当系共党 K 组所为，特侦处正全力侦破此案。
同之社会，那日本帝国正大量招募劳工，青岛市政府号召并鼓励全市年龄在18至40岁之间的青壮年男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望大家积极参与，政府将给予优厚待遇。特此公告。动用权力，不惜代价，找回越狱学生与明教天明者，并带往延安，务使日伪阴谋得逞。快快，都快点，别让他们跑了。教授，你先去吧。晚秋啊，我正要找你呢。这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我希望你好好读一读。好，谢谢你啊，陆教授。那我先走了。机和模板都在，却唯独不见了雕板。我想，会不会是在爆炸的时候毁掉了呢？这不可能，所有的雕板都是用软钢制成的，它即便是经过爆炸，也应该有相对完整的残板留下来。要不那雕板就不在工厂里面？这也不太可能。在印刷工程中，模板很容易损坏，这样就需要雕板去重新繁制，所以一般来说雕板应该是存放在工厂里的。可是我们已经找遍了还是没找到啊。如果雕板还在日本人的手里，那他们很快就可以翻制模板。这要是不在日本人手里呢？据我的判断，这些雕板十有八九已经到了岳振声的手里。他拿我们的雕板干什么的？是啊，他把延安边壁的雕板拿走，可以理解。可是把我国民政府的法币雕板拿走，这就意味深长了。请你去延安施展才华，有哪里不好啊？马军说的对，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只是从来就没有想过。其实以爱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保家卫国的方法有很多种，振兴中华的路也不止一条。副科长，周主任，告诉弟兄们，不得漏网一个。是。
其他几个班的可疑分子也都被抓起来了。很好，一个都不少，统统带走。别动！别动！别动！快点！快点！快点！喂，哎，你好，请帮我找一下陆教授，陆焕章教授。啊，那他……哦，好，谢谢。刚才电话里说，陆教授一年前就去青岛。哎呀。你说他去青岛了？干什么？别动！放开！别动！你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苏冠贤？本人正是。你是谁？那么这位就是叶子了。叶子，你在干什么？带走。是巨志忠。Yes。别放羊屁。是从英国回来的。是啊。带走。哎，干什么你们？为什么抓我？干什么呢你们这？你别怕，我们都是好人。我们认识一下吧。你是谁啊？你们是谁？我叫马国勋。这位是徐志忠，刚从英国回来的。这位张守义、宁恒业、许沐玉、张海、刘生，我们几个是一起的。是青岛东亚学院的。我还以为你们是什么好人呢，弄了半天是他们一伙汉奸学生。你才是汉奸呢，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那个呢？那个跟你们应该不是一起的吧？他是在上海被抓的，也是昨天被弄过来的。哎，我不姓哎，我姓苏。好了，你该说你自己了。我叫朱奎，美国旧金山大学学汽车制造的，一个月前刚刚回国，直接就去了南京，想找机会杀几个汉奸的头目。你杀不着汪精卫了。他已经病死在日本了。汪精卫是死了，可周佛海、陈公博那些人还在家里等着我呢。只要是鬼子和汉奸，他都该死。兄弟，你的战斗精神很坚决。延安需要我们这样的青年。
去延安吧。去哪儿？延安。对不起，没听说过。我哪儿都不去，哪儿有鬼子和汉奸，我就在哪儿磨刀。副科长，继续。邱主任，就像您先前所知道的，本地的这伙学生个个在专业上都是名列前茅，还有另外那几个从上海还有南京转运过来的足冠贤、朱奎、叶子，还有自己闯回青岛的徐志忠，个个也都了不得，不是钢铁冶炼专家，就是细胞病理研究的人才。另外还有那个徐志忠，哦，那个苏冠贤还是银行专家。我才不管他什么家不家的，落到我特侦处手里是只老虎，我得把他打成病猫。是，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等胡日浩从朝鲜回来，把他们全部装船运往日本。不过他们不是一般的苦力，他们个个学有专长，是日本人急需的高级劳工。青山公馆发来训斥，在装船之前必须让他们答应跟日本人合作，否则他们的一技之长也就一无用处，只配枪毙。进来。裘主任。小夏，过来过来，有什么事儿吗？青山公馆的森木太君来了，他要亲自审那批学生。您说吧。面白いやつだ。貴様が全身全霊で皇宮に尽くすといえば、それだけで皇宮の恩恵を受けられるんだぞ。太君说他很欣赏你，只要你全心全意的归顺大日本帝国，你一定能够得到重用。你告诉他，他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失败的日子指日可待，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你们这些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かわりものです。逆らう者には死あるのみ。わからんか？如果你要是不从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为国捐躯，我死而无憾。不像你，汉奸走狗，中国人的耻辱。拉回去！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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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走！己の罪を悔いれば生き残り、欲しいものが手に入る。只要你们悔过，你们就可以活下来，而且还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一切。欲しいものは何だ？言ってみろ。你们想要什么？说出来吧。我想让他们滚回他们的国家，滚回他们的小岛上去。哎呀！哎，别动！别动！貴様は他の学生とは違うだろう。太君说，你不会也和他们一样吧？不，我跟他们不一样。你答应合作了，让他先答应我一件事。你让他答应你什么事？让他向所有中国人认罪。謝りと言っています。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嚷什么？你们把我们同学打伤了，凭什么不来人呢？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伤了就伤了。你们讲不讲人道？你们尊重不尊重生命？快点拿下药药了，我要替他上尿。哎，我说你们这帮穷学生，是不是在国外读书读糊涂了？我们特侦处就这样，有本事把这楼给我喊塌了，喊！我也亲眼见过英国人抵抗德意志的进攻，直到打进欧洲攻占柏林，那是多么的扬眉吐气啊！但我是莘莘学子，我只能到大后方去。我的目标是知识强国。好，我们去延安吧。延安也有大学。什么大学啊？抗大。什么大学？抗大。多大的抗？能睡几个人？你给我闭嘴！我说的是抗日军政大学。请问世界排名第几啊？中国排名第一。对不起，是我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听说过。马国轩，我赞同戚志忠的知识强国。我和石兰在老家成完亲以后，就准备在当地办个小学堂，启迪民智，从幼子做起。如果咱们真能活着出去的话，与其去延安参加什么组织，不如我们自己成立一个秘密组织，专门暗杀汉奸的头目。朱主任这话有点意思。那有什么意思？哎，你以为一个组织的成立这么容易啊？想想美国的旅党和向党，上下多少层结构，需要多少活动经费，需要多少专家的精心设计，你知道吗？别以为嘴上这么随便一说，一个组织就轻而易举的掉你脑袋上。你说什么？朱先生，我们这些人全都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所以在这些人身上最应该体现的是文明。什么玩意儿啊！没留过洋的就愚昧无知、茹毛饮血了，混账逻辑！你以为你是谁呀？同志们，这批学生各有所长，抗战一旦结束，他们将是我们一批特殊的财富，因此上天指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明白了。更要紧的是，其中有一个男同学，我们必须要把他带到延安去。必须？是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对，不惜一切代价。那他也是大学生？对，现在关押在特侦处。还真有延安领导的孩子。内线已经传出消息说，如果再不归顺日本人，那这批学生很有可能被就地处决。青山公馆发来的，酋准说，各部门负责人月后请还到秘书室。小夏今天穿这一身可真是漂亮，纹绣中透出英俊。我穿旗袍，科长也夸；穿这身，科长也夸。那么到底穿哪身好看呢？只要是穿在小夏身上，哪一件都漂亮。谢谢科长，那我先走了。好。
你说，共产党回来救学生，不会只救你一个人吧？你放心，如果救，就一起救，我们大家都会出去的。出国前，我们浦江大学的陆教授一直说，只要我学成回来，就一定安排我到重庆的大银行里去做事。他那里的朋友和他关系很好。陆教授，巧了，我们的教授也姓陆啊。我的陆教授叫陆焕章。陆焕章，我们的教授也叫陆焕章啊？真的。三年前，他在浦江大学。他是去年从浦江大学受聘到我们学院来的。哎，那就对了。哎，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那我们一个老师，我是师哥啊。可是师哥，想不到在这种地方遇见了。诸位，把大家召集来，是要传达一道局本部的严厉训斥。戴老板说了，假如不把伪造的法币雕版送到重庆，他绝不相信日本人的伪钞厂已经被炸了。请先生放心，我们青岛站全体人员将竭尽全力找回板子。是的，先生，我们有信心。志昌，您说说看，信心来自哪里？自我青岛站前任站长殉国以后，先生从上海调入青岛，短短一年的时间，将元气大伤的青岛站恢复如初，并连续干出几件漂亮行动。所以说，只要有先生的提调指挥，青岛站全体军统同志定能克险排难，圆满完成任何重任。不，信心来自于抗战必胜的信念，来自于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希望大家能够恪尽职守，竭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标牌。诸位，拜托了。是。事儿办得怎么样？跟他们都说好了，今天晚上就行动。没让不相关的人发现吧？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您放心吧。好。不过，今天晚上一块值班的有个马二，那家伙可心细得很。不要紧。你晚上在他的茶杯里做点文章，叫他进了厕所就出不来，这就好办了。科长，这回要是成功了，咱们就不算汉奸了吧？共产党是这么说的。但愿这一次啊，你我能立个大功，免得以后咱们被当成汉奸给毙了，是不是？
成败也就这一回了。大家别急，说好了，他回来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见叶子，我要马上见到叶子。苏国贤，你要冷静点，窝囊废，整天叶子的，烦死了。怎么了？叶子和我从美国一直到了现在，他的身份是我未婚妻，你有问题吗？我有问题。你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我有问题。好了，别吵了，快点，别走了。你冷静点。还有，周奎，你给我听好了。有任何问题，出去之后再说。如果你不想破坏我的计划的话，听到没有？就这样干等着呀？正好，你看会儿，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啊。嘘，他离开了，肯定是泻药起作用了。小吴就这么跟我们说的。管他瞎的什么的，现在时候到了。来，大家听我说，如果我们出去了，走散了，记住，每天下午5点钟，在天主教堂集合。直到找到每个人为止，记住了吗？记住。5点钟，天主教堂。叶子，叶子，石郎，怎么样？你没事吧？都什么事了，还卿卿我我的？快点！我的校徽，哎，要啊！快走吧，快走！阿娟，到，各小组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站住！不站住开枪！
吗？他也不知道，他糊涂呢。荞麦面，粟粒甜，紫砂烛陶罐，杨家岭宝塔山，高高连着天，连着天。星儿升，月儿圆，悄悄挂早远，挂早远。风不管水浪。